么好？你怎么买的这个萝卜真的好屌哦？这是什么？好重。泡澡了吗？开箱。疫情期间待在家，艺人纳豆的女友一一拍片分享情侣在家的相处之道，决定料理关东煮给惊喜。开箱，有仪式感吗？太荒谬了吧！厉害吗？太荒谬了吧！纳豆笑得合不拢嘴，这是一一七个月前PO出的影片。只是纳豆一月份脑出血紧急开刀，最近病况似乎有好转。因为一一的经纪人表示，纳豆可以说话、自行走路，但之前他躺很久，现在需要强力活动来复健、强化肌肉。其他医师也说，三个月内很重要。如果是左边的脑的话，那就会影响到右半侧的身体；右边的脑的话，就影响到左半边的身体。大部分的规则是这样子去做的，这段黄金时间都在前面这个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，一旦它在定型之后要再继续去复健就变得更辛苦。知道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100%的牛狗。是吗？我才是马子狗吗？是吗？啊，没事吧，都是狗，都是狗。两人的甜蜜在镜头前100%呈现。据了解，纳豆住院这段期间，其实依依有空就会亲自照顾，就算蜡烛两头烧，21号还是正常上工。经纪人也表示，状况一切都好，工作照接。另外，依依白色情人节晒出的放闪照，两人深情对看，经纪人则说这是一个月前的合照，看来恢复状况良好，各界也持续送上祝福。 TVBS 新闻，萧明正、石云婷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